啊，你怎么认得我？我啊？我又没有藏露脸。我听你声音啊。我上次在那个乌石港钓鱼啊，啊跟我老婆在讲话，然后就有一个人跑过来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是不是有在打底？”车子可以停这里，走进去。这里还有一个钓场，这么漂亮。哎、欸，黄小叔嘛。哎呀，我在看你，我有追踪你。是啊、哦，我今天来拍这里呀、啊。哦，这里还可以啊，这边比较安静的。只有臭肚而已。只有臭肚、啊。没有那个黑毛。黑毛没有看到尖角过，白毛有了。白毛有。啊！你怎么认得我？我啊！我又没有藏露脸。我听你声音啊！我上次在那个乌石港钓鱼啊，啊跟我老婆在讲话，然后就有一个人跑过来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是不是有在打底？”啊！他也是认出我的声音啊！是啊，我声音很好认啊。低沉的、哦、啊。啊！你今天有拉到臭肚吗？没有，今天都没有。现在好像天气变了，鱼口也变了哈。对啊，这两次来都不太好。你常来这里啊？常来啊，我钓鱼都来这边啊。好。哎、欸，啊，那个地方是哪里？那里要从就是转弯，就是在停在转弯走进去。那边有下坡，那边走的。哦，那边也有在钓，那边少。要不然就是要从这边转。这里蛮隐秘的。哦、对了，可是还蛮多人的。是啊，今天比较没有人，要不然假日的时候，这边那个沙上面都站满了，那个油桶池那边都站满了。错了，这里生态好像环境还不错哈。对，可是这边有人在潜水打鱼哦。是啊、哦。对。这里比较浅啊，浪比较平呐、啊。对啊。下面的那个蟹钓应该很多哦。很多啊。出来这边钓爽翻啦。我现在就是一直拍，一个点一个点一直拍。哦，我知道啊，你从那个龙洞那边拍过来了。对啊。我在看啊。鼻头角了，龙洞啦。啊、哦，龙洞那个走太远了。哦，那个地方那个生态也很好、啊，因为那里很少人去钓。太远了。我们以前都是三个人一组，嗯、然后一个背钓竿。哦、一个背 S 啊，对，然后三个人轻装走进去。哦，对，要不然那边太远了。那个钉鞋你要、哦、钉鞋穿着走进去，再走回来，那个钉鞋就磨得差不多了。天气感觉有一点阴的，有太阳出来。这种天气，我五点多就来了，才可能有鱼啦。对啊，5点多就来了。哦。好了，你慢慢钓。这个地方都是九孔池。哦，这个水好清啊！刚刚那个钓友一下子就认出我的声音。我、哦、现在王小叔真的是花名在外。
美艳三街十二号。这个要是知道是谁的，可以给他买下来改装。石头做的房子，其实很漂亮。这个就是林头了，成熟的话可以拿去控汤，听说很像那个冬瓜茶。这里也有一颗，哦，这里生好多，哦，一整排都是。非常感谢您的赏片，一路走来感谢您的支持。如果您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我的影片，才不会错过新钓点的介绍哦。